听妈讲的小孩们个个潜力无穷。你未来想做什么？他回我律师。我想说他才4岁，他怎么会这样回我？他说他就跟我一样爱讲话，我要跟他一样。Emma， 你想以后啊，爸爸希望你当律师。然后 Emma 就问他说为什么？他说因为爸爸诊所官司很多。自己以前也曾经有过梦想，我长大想当小偷。啊！听妈妈的。